我是平均，欢迎收看客新闻。今天要带你来看的新闻有两则，第一个就是虚拟货币地震，地牛就是马斯克；第二个则是疫情再不来，关键产业亡。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他其实一言一行都牵动着虚拟货币的市场。上则我们在客新闻提到，他光是出嘴就引火自焚了。那周四的时候，他也在推特上面表示，自己没有也不会出售任何的狗狗币，就带动狗狗币大涨欸。而且他后续还说，他要跟狗狗币的团队就是研发更环保的挖矿方式，说不定以后就可以恢复来用虚拟货币来支付特斯拉。不过他的态度非常的反复，所以投资虚拟货币的朋友们可要注意咯。本土疫情目前持续升温，全球的晶片短缺仍然非常的严重，虽然目前台湾的确诊人数上升对于半导体的产业没有太大影响，但我觉得供电对于就是需要台积电支援这件事情还可能还比较快有影响。不过如果疫情持续太久的话，就会出现运送上的难题，那就真的不太妙。所以这也是对于目前晶片荒人缺的美国来喊话哦，快给我们疫苗啊。那目前也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已经在帮忙台湾协调疫苗制造商加速供货，美国商务部长也正在寻求台积电优先满足美国汽车制造商的需求，以纾解晶片短缺问题跟美国汽车工人业的饭碗。以上新闻提供给大家，在这边也希望疫情真的别再扩大，如果出门的话就把每个人都当确诊，不然确诊的就会是你自己。假日的话也呼吁大家没事不要外出，那在家的话有什么乐子可以做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客新闻我们下次见，拜拜。